的聚集在亚马逊河口进行惊险的潮汐冲浪。潮汐通常出现在满月或是新月时，由于河流从岸边携带大量的垃圾碎片，再加上潮汐的力量，冲浪者必须要富有相当的经验，才能避免陷入沙洲并被迎面而来的海浪给追上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收看，我是李奕璇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